白鹤梁翅，灵蛇出洞，黑虎掏心。好，很多同志都已经动起来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好，不要限制自个儿。哎，仙人指路，要子翻身。好，大家注意父老的速度和幅度啊。哎牛牛穿越，鲤鱼打铁儿，又一个鲤鱼打铁儿，再一个鲤鱼打铁儿，鲤鱼还打铁儿，老大还大呀！啊，特大喜讯，您的病有救了、啊、我来介绍一下、啊、这位新晋出山的气功大师，中华超自然现象研究会顾问、哦、紫霞宫的掌门人司马大师。哎呦，赶紧赶紧坐这儿，您、哎、刚打伏牛山下来就被我直接拦家来了。哎呦，哦，知道太极混元功吗？太极混元，俺听说过。嗯，开天目了吗？开天目？我说老师傅啊，这个天目啊，俺练功人说，开天目是练功的功夫当中层次很低的。哦，是啊。哎，俺是主张啊，是骡子是马，能拉出来溜溜。哎，真功夫是硬气功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给我们来一个徒手劈砖。啊，哎，行，有家伙呢。哎，老师傅，那俺献丑了哈，俺献丑了。来，这家伙这都有。嗯，还挺全啊。哎呦，我们这儿，哎呦，这不是有人练吗？哦，哎，您慢着啊。还不服？那个我说，你还会那什么来着？下面俺再跟老首长汇报表演一个肉铁相搏术。肉是什么？肉就是手指头，肉啊。铁呢？铁就是那个铁块、铁片。电风扇有没？有。哎呦，赶紧拿电风扇！就是那个手指头，那电风扇。俺把手指头啊插到电风扇里面去。啊！哎，哎呦，忒吓人了，这给拿着。啊，得嘞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还有最高档、啊、最高档。嗯，哎呦，哎，啊，行，这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咱我给你试试。你试试。看看，折了。哎呦，你天的气运到俺的掌上，掌上，然后呢，俺把这盆子给你提溜起来。哎呦，这电视里我见过这个，哎呦，难着呢，这个，这一半功夫不成，这个啊。哎，您慢着啊。哎呦，起来吧，走。哎，走。叫大师司马大师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
要不是我前些日子练功差了内息，啊，弄个半身不遂，我真想起来给您鞠躬啊！哎，您客气，老师傅，依俺看呢，您这不是半身不遂，哦，您这是啊，练功走火了，哎，您是经络不通。俺给你发功，发了外气，保证你气到病除。哎呦，是啊！您坐好哈，你两个手放到两个腿上哈，你全身放松哈，你脑袋没想事啊？你好事没想啊？你坏事也没想啊？你放松哈。暖和，舒服舒服。您再感觉一下，热热，感觉，烫还烫，受不了了，我这。您这个膀子，您动一动，起来了，您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哎呦，站起来！哎呦，爸，爸，您站起来了。哎呦。好多了呀！哎呀，司马大师，哎呦，怎么还叫大师啊？叫神人司马神人呐！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！傅伯伯啊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哟，我压根儿就不是大师，更不是什么神人，我跟志新是哥们儿啊。志新说您老人家练功走火了，让我来帮帮您的忙。我是搞新闻的，当记者，这些年呢，接触呢练功的人多，知道一些呢玩气功的人玩的把戏啊。我也练功，哦，要我说气功啊，它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宝贝，强身健体确有好处，对不对？嗯，大家没有第二句话。嗯，问题是像您老人家这一把子年纪，您还去追求那虚无缥缈荒唐的什么神功异能，您老把身体练成这样，您看看这事儿划得来吗？那您刚才那些都在踢砖头什么的，怎么那个怎么这典型的就叫眼见并不为实。您看着是我把砖头给碎了，其实呢这砖头啊是叫这块铁砧板给硌碎的，要是没这个机关，这块砖放到这儿多大的劲儿你也劈不开，这用不着气功，这压根用不着什么气功。志新，您练一个给他们看看啊。志新，知道窍门都可以，外行看热闹，上眼啊！哎呦！可以，那电扇怎么弄的呀？这电扇呢，筒电扇更简单，你把手伸进去，只有一个摩擦力，哦，根本就切不着。那我试试。啊，需要点胆量倒是真的，您那儿不行啊，您得撞过来，反面有危险，正面我保证您没事。哎呦，这行啊，这个您试试，开，哎，您试试，哎，开个慢档。哎呦，别的大师，那您这盆儿怎么弄的呀？这个怎么起来？这个盆儿啊。全部的神功都在这个小东西的上面。简单说吧，技巧加胆量，谁都可以，跟气功没关系。包括刚才我虚张声势给您老人家发功，压根也没有什么外气，我不过是借用了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疗法，根本就没有外气发出去。啊！得感谢你啊，司马同志，你不但治好了我的疾病啊，还诊断出我的心病了啊。作为一个老同志，你看临了临了怎么可以这，哎呀，教训，惨痛的教训啊。没事吧，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啊。那我告辞了，我拜拜。好，以后常来切磋。